月买的，买了6个，一人俩，垫不垫？我觉得还挺好吃的。现在来到淑芬山，今天停车场非常多车，他们都已经用上这个 additional 的 parking 了。快跟观众打个招呼。Hello。进门前先扫码，在里面也要戴口罩。这个就是2022年初旅游现状。How many we got? Yes. Thank you. 提醒大家一定要网上买票，网上买票就可以走这边，人少一点。每个进来的人呢，都要向他展示一下这个双针疫苗证明。进来了，哇！哇，这个地方这么大。在这个金矿小镇里面会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会穿着这个时代的衣服，就会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排队，好，现在排队与这个人合照。好，那这里呢，就是一间间的房子，你可以每个进去看，里面会有不同的活动。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bakery， 我刚刚也看到了，去厕所的时候。这里面呢是一个卖菜的，不过呢，据说里面的牛肉派很咸。哎，给我换车，对，都换车是3点到5点。嗯，还有时间点，走吧，去看看，去看看打铁的吧，好像也没什么可看的。他们这边会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大家拿了地图之后呢，可以就是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我们现在呢要去看11:45的打铁。他们这里打铁的那些东西还可以卖。If you're familiar with red gum, you'll know it's a very hot burning type of wood. If they're in the second run, we've got the same type of wood and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mbers with a few subtle differences.这个打铁的好可怜啊，在外面一声吼，让人全部都走了。I knew it was a noise. I'm free then, I tell you! How's that for you, man?它这里呢是手工的印制这个 poster， 然后可以制成你的名字。给大家一起偷窥的眼睛吗？这个又是什么呀？放咖啡粉的。二手，这多少钱？好可爱，25啊，还行。野餐篮53。
年送了个表。但是那个你就是可以在里面晃，这样黄金保值，抗通货膨胀。哦，苍蝇，一配色很像，而且很精致。这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小店，我们刚去了首饰的，然后还有杂货店，现在呢要去这个银行。对，会计的话，现在软件用的其实就是这个，这个逻辑。哦。正快 debit credit 它都是用手机，但是 balance 它还是会写。但是其实现在的会计系统就是这个逻辑，其实。嗯。就 debit credit 来记账，我发现它以前就开始笔记了，这种还挺有意思的。泡沫，然后喷漆。看看他们演的。去那个什么 gold nugget。刚刚呢他们去问过了，那个主街的表演呢要下午1:30才有，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先去小河边淘一下够的。那你好好淘一下。这里好像就是还真的还有，但是很少很少了。你知道让游客淘到能，我们上次就有啊，但是就很小，就那么一丢丢的。这边呢就是他们的淘金小河，他们会提供盆子给你。嗯，到现在呢还是可以捞到金的，但是呢想要捞到很大块的就要看你自己的技术和运气。我们也淘起来发家致富。这个你仔细看是不是？确实是啊。啊，是，真的是。我淘到了金。虚了，虚焦了。就这么大。技巧就是你要把大的冲走，然后剩下的你就在水里面就是看有没有反光。怎么样？完全没光吗？车库有了吗？这里一大堆的。淘金热的人布满了整条河。啊，真的有。在哪都是金粉，你看那就是水里面闪的，这个就是一小天一小天，就是淘的不行。揉一揉这也是一块大的。像你刚才那个还算是大的呢。是它这个小到都捡不起来。啊，把大的筛出去。啊，像你说的那样。啊 ，got it. Oh, right. So that's not a big one, is it? That's pretty much the biggest you're gonna get. Oh, okay. So is it like originally from the river or? No, we caught it here. Okay. Yeah, this creek's here, mate. Yeah, something amazing. Yeah.More little bits up there. And you can keep the gold as well. Ah, okay, thank you. So there's a jar up there for $1 and you can put the gold you find in it. Ah, 它还在那里。哎，我这里有一块，你要吗？Oh, there you go. Oh, that's interesting. It will blow, if it dries out, it will blow off the finger. Ah. 淘金呢，你们可以在商店买一个玻璃瓶，然后呢，把你自己淘到的金子放在里面带回家。这边呢是他们一个矿工以前生活环境的还原，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小帐篷。那种和平卫士那种营地，像不像？他们放了一个音效，还嗡嗡的，好像有苍蝇的感觉。拿着大树桩直接当菜板了。是什么水塔吗？这个？ So on that end, you want to catch the horse? Yeah. 在这个十分古代 feel 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中国的祠堂。天啊，哎，那边还有那个中国的字呢。